Mina 在此祝福大家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所有的希望都能得以实现，所有的愿望都能得以如愿，所有的努力都能得以兑现，所有的期待都能得以出现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！好了，那么在新年这个美好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一起走起，去看一栋非常好的房子吧，亲。森林湖市呢，是一个坐落在南加州尔湾东北面的城市。因为这个城市离尔湾实在是太近了，许多小伙伴呢，甚至把森林湖规划为尔湾的一个分区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呢，是 Shea Homes 的 Terrafina 泰瑞菲娜的新房小区。这是个高级设计的小区。那我们今天参观的呢，是它的二号户型。这一间样板间呢，也即将上市。最近一期的新盘 release 不到三个小时就已经一抢而空，那么下一期的 release 呢，要到2022年了，可见这个小区的火热程度。当然呢，其实不仅仅是森林湖，整个尔湾的新房都是处于非常火热的状态，哪怕是大年初一呢，也不例外。今天在收到一些小伙伴新年拜年的同时呢，我还收到有一些对于新房的微信咨询呢。这个小区呢是在山上面，最舒服的是清风拂面和最惬意的家庭生活。在自己的阳台之上，不仅可以喝茶、品酒、聊天、吟诗作赋，还可以俯览城市的美景呢。远处尔湾的光谱中心的高楼林立也是尽收眼底的。小区呢位于森林湖最便捷、最中心的位置。可以轻松开车前往呈现的所有魅力和精致之处，在家里呢，可以在宁静的连绵起伏的丘陵山景中体验自然与生活之情趣，以及享受适合远足和骑行的长达10英里的开放空间。附近呢还有白如花牧场、自然生态公园和奥内尔州立区域公园，野营、步道、散步、郊游。户外休闲也是方便的不得了。如果您喜欢购物 shopping， 附近呢还有 Mission Viejo 的商场、山林牧场商场、Urban Iran 的光谱中心，以及 Fashion Island 时装岛和 South Coast 南海岸广场，这些世界一流的高级购物中心，你呢可以尽情的享受购物的乐趣。这里呢距离城县的海滩近20分钟车程之遥，可以协同家人去尽情享受一天的海边的乐趣，或者只是欣赏辽阔的太平洋的宁静。在森林湖这个新盘小区，是你享受生活、发现更多、安居养生、家人共乐的一个非常适宜的地区。这个地区的地税仅 1.1， 没有城建税，维护成本呢是非常低的， HOA 物业费为305元，全部盖好之后呢 ，HOA 会降为260元每个月。那么学区信息呢，小伙伴也会在屏幕上找到。好了，那么这套样板房呢，即将上市，预计售价呢为209万到220万美元之间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呢，请尽早联系我上等待名单吧。感谢收看我的视频，请继续参观这栋美丽的新房吧。